Nelly. Ah! 你这个葡萄柚，啊啊啊！不可以，拍小狗吃葡萄柚就对了。那我可不可以拿一下？不行，啊，那你把葡萄柚带走好。奇怪。你看你家小狗，给我吃一点好不好？方便吗？ 哦，不行，好凶狠。奇怪，Baby在吃葡萄柚，越来越养生了，真的会吃吗？给他个果肉看看。不行。你看，像在孵蛋一样的葡萄柚，好吃吗？ 看起来就那辈的，你还要守护葡萄柚吗，小狗？可酸了！哎，很夸张做的实验，难道这老小子知道什么养生吗？嗯，有脏话。 做实验呢？也就是说，我们真的拿葡萄柚喂小狗，对不对？那很酸呢，小狗。哎呀，神奇哦！那我可不可以拿底下那个？等你再吃那个。 你要比葡萄柚？哎，神奇哦，奇怪，你还会吃哎？要不要？你不是真的想要吧？ 对对，你要比，你现在不要这个了，太聪明了，还是最近都喂它吃一点点，它已经什么都好这样。嗯，哎呀，再看一下特写吃葡萄柚的小狗，好吃吗？哎呦，真的不太信。 太夸张了吧！有那么好吃吗？葡萄柚很酸的小狗，我们要对喵比重新评价，它果然是一只神犬，奇怪的小狗。讲神犬又太扯，明明就是奇怪的小狗。嗯，我决定，我们两个的生日。 好了，不拍了。